大陆有网友近日发布影片称，河南商丘随县一名男子和猪结婚，还大张旗鼓举办婚礼。影片中，男子胸前佩戴大红花，还有一头猪戴着大金链子，头顶红花。婚礼现场有唢呐接送，不少村民围观拍摄。相关影片在网上发布后，引发不少网友反感，十一奇为了博眼球吸流量，无底线恶意炒作，见过奇葩，但没见过这么奇葩的，为了流量不择手段，毫无羞耻心，这种短影音博主真是无下限。九日，随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，事件已经处理过了，当事人哗众取宠博取流量，相关人员已受到处罚。随县宣传部工作人员也表示，涉事人员因吸引眼球博取流量，已被处罚。你妈妈怎么把你丢在这里？你妈妈嘞？你妈妈？你妈妈嘞？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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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妈妈嘞？你妈妈嘞？你妈妈嘞？你妈妈怎么把你丢在这里？你妈妈嘞？你妈妈嘞？你妈妈嘞？哎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会酒醉七笔，过来。你俩还说，过来。你看你酒醉了，移动。啊！谁叫你要偷喝我的小米酒？你看你变成这个样，酒鬼。想吐？吐！把你拍背。快点！哎呦呀，你好重啊你！你去里面睡。你看你走路都歪歪的。啊，来回家。OK。你俩好耍的嘞。七比，马不饶。酒鬼，叫你偷喝呢，除，先酒一下。下次不要再给我和小米偷喝我的剩下的酒，乖，快点来醒酒。那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上那个动保处网站。动保处网站他们都会随时公告说有哪些动物可以领养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啊。我聊天是动保的啊。学姐说他想养。那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上那个动保处网站。动保处网站他们都会随时公告说有哪些动物可以领养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啊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知道拍这只猪吗？来。
好，我们等一下把猪先带回派出所啦。啊，你先把笼子准备好放在派出所，我们等一下回去先放到笼子里面去。哎，好，拜拜。走吧，回家。Oh!